纸缩起来，好，在地上，尽量用，尽量卷成这个最小的面积，好。那但是你暴露在外面，你的背啊，你的腿啊，被打到也没有办法了。但是你必须保护你重要的内脏啊，保护你的头部啊。然后呢，要注意收证啊。如果真的警察再用暴力的话，大家也发现了。上一次我们很多画面我们都录不到，因为他们把警察、把记者都排除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把记者都排除，甚至呢，在北平东路那边，警察还叫大家把手机收起来。啊，他先叫大家把手机收起来，然后再把记者支开，最后就是现场没有画面。啊，没有画面的话，我们再怎么样控诉都有人不相信。啊，所以呢，在场就是大家在后排的人。你在比较安全的地方的人一定要记得收证，前排你一定要做好动作，你不要坐第一排还在那边收证啊，好，千万不要。那后面的人尽量的收证啊，但等到你自己要被抬的时候呢，你再坐下来啊，拉好。那么被抬的时候哈，我们试验一下，简单的就是要怎么样被抬了啊，